不知为何，总是在你身上看见另一个人，某个女人。不许走，她是我的人，你究竟为何要让我如此生气？你不是说一见到我就觉得莫名生气吗？见不到你，我更是气得快发狂了。对不会有结果的人，就不可以告白吗？在身为世子之前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而我如今正在爱慕着你。森田佑庄云画的月光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。